内谏第三。君臣上下之事，由远而亲，近而疏，救之不用，去之反求，日近前而不遇，遥闻声而相思，事皆有内谏，素结本始，或结以道德，或结以党友，或结以财货，或结以彩色，用其意，欲入则入，欲出则出，欲亲则亲，欲疏则疏，欲去则去，欲求则求，欲思则思。若父母之从子也，出无见，入无振，独往独来，莫之能止。内者尽睡辞也，见者见所谋也，欲睡者勿引渡，既事者勿循顺，音律可否，名言得失，以御其志，方来应时，以合其谋，详思来见，往应时当也。夫内有不合者，不可施行也，乃揣切时宜，从变所为，以求其变。以变求内者，若管取见，言往者先顺辞也，睡来者以变言也，善变者审之地势，乃通于天，以化四时，使鬼神合于阴阳，耳目人民见其谋事，知其志意，事有不合者，有所未知也，合而不结者，阳亲而阴疏，事有不合者，圣人不为谋也。故远而亲者，有阴德也，近而疏者，志不合也，救而不用者，策不得也，去而反求者，是终来也，日近前而不遇者，失不合也，遥闻声而相思者，合于谋以待绝世也。故曰，不见其类而为之者，见逆，不得其情而睡之者，见非，得其情乃至其数，此用可出可入，可见可开。故圣人立世，以此先知而见万物，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，先取诗书，混说损益，议论去就，欲合者用内，欲去者用外，外内者必明道术，揣测来世，见宜觉之，策而无失计，立功见德，至明入产业，曰见而内合，上岸不至，下乱不悟，见而反之，内自得而外不留，睡而非之，若命自来，即迎而遇之，若欲去之，因微与之，环转因化，莫之所为，退为大宜。